你今天快乐吗？我是 Vivi， 今天是小周末了，所以犒赏了自己下午茶，要跟你们聊聊肉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次圣诞蛋糕造的礼盒里有放肉桂精油。在历史神话中，肉桂是一种古老的香料，它极为珍贵。我凤凰会搜集肉桂、没药，还有印度的松香，燃起一种神奇之火，好浴火重生。此外，肉桂还可以强化胰岛素的分泌，并清除血中坏的胆固醇，不但有助于降血糖、降血脂，而且在食疗上还有预防癌症的效果。你们看，这个就是肉桂的本源哦。那我要来去吃我的下午茶咯，我们下礼拜见，拜拜。